杰伦交友广泛，连球星林书豪也是妈吉之一。先前周杰伦邀请林书豪跨刀拍摄土耳其冰淇淋 MV， 又趁去纽约旅游时找来林书豪担任地陪，让不少粉丝羡慕他俩友情。今年18号，林书豪在社群平台上变魔术，画面中见他戴上周杰伦的面具，向对方展现魔术技能，不过内容却让人笑翻。好屌！